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，就是每天早上睡醒的时候，一大汤匙的橄榄油，冷压的，要好的放在嘴巴里面含住它10分钟。现代人工作压力大，生活饮食都不正常，如何透过简单的食疗来养生？慈济马六甲分会开设自然疗法社教短期课程。我们是教大家首先辨认食材，这个食材它一定要多样化，而且这个食材它一定要就地取材，所以让大家既容易煮饭，然后呢容易购买到食材，然后也吃得健康。短短4堂课就地取材的烹饪教学，让学员将自然疗法简便落实在一日三餐，让我更了解怎样是正确的烹调方式，更健康的煮法啊，就是外面的食油跟在家里煮的油，知道就是从这里摄取很多的知识啊，学的东西都很实用，都很生活化，给我家人吃，可能给我弟弟吃都讲很好吃，就每个人都吃得很开心哦。因为最重要是说乐在其中啊，煮的时候但煮的人开心，吃的人也健康，这样子的。食疗加上理疗，让你健康饮食，快乐下厨。大爱新闻李彩金、邹逸吉，马来西亚报道。